八一年的鸡，看看流产的孩子走了没有。八年的鸡，女的是吧？八一年的鸡，嗯、啊，走掉了，走掉了，走掉了啊，走掉了，走掉了。嗯。哦，他的图腾是什么颜色？灰的。现在身上还有没有灵性？有啊，肠胃上还有。哦，肠胃还有，需要多少小房子？他的肠胃不好啊，嗯。肠胃不好。啊，经常胃酸。妇科方面不好。是啊，他这个妇科跟肠胃就是站在一起的，他就一着凉啊，肠胃一着凉啊，他的妇科就不好了，嗯。哦。需要多少小房子？右腰也不好，腿部会经常抽筋、缺钙。哦，